刺青就像人生，有了开始就必须要结束。那至于要不要精彩，取决在于你自己。刚开始又出来做嘛，总不可能拿着客人当练习品，不可以。那就我老婆啦。这都是早期当练习品，够丑吧？对，那时候就是急于要开店嘛，我看没完了，就是好吧，赶紧把最基本的一些基础概念先抓回来。对，结果就这一塌糊涂啦。没关系啊，一塌糊涂不会是你的人。对了。那这个是我们去参加美国芝加哥的胸腺体第三名。我身上最有意义的是这个，这个虽然不是威哥的作品。但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它是我最心爱的，在我讲这个有点恶心。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回到这方面，然后我们有想说。就是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做法，但我们就是在自己身上试，就刺我啊，我给你刺啊，我也不会后悔啊，我的信我的人都是在他这儿啊，我会舍不得啊，甲方不知道，因为如果有舍不得的话，这边停一下，那边停一下，那就不用了，对啊，跟人生一样嘛。想太多，怕太多，做的就太少，做太少以后就后悔。把刺青当成人生在走就好，那人生也是一样啊，要当然是就是求进步嘛，越做越好。你别讲我今麦小可有成绩啊，啊，早迄个时我嘛是要艰苦落去，就是撇出来之后直接带出来，直接出戏上拉出来，对，直接出戏拉出来。有一段时间不爱念书，不爱念书，就跟朋友两个骑机车，不就骑到台北去了，背了个包包，带了2000块就到台北，想说要去打天下。后来就是有一点误入歧途，啊，误入歧途，就是跟着老大，然后去做的讨债啊，每天就是上面给了什么资料，我们就针对这个资料去找那个人去跟他。说好这个债务的问题，油漆啦，然后告啦、名字啦，什么想得到的都派上用场，对啊。年轻的时候放款啊，也曾经做过赌场啊、讨债啊，说我把赚来的钱又把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嘛，然后后来就是被信任的人把我的钱全部都倒了嘛。对啊，然后我这边是负债，去当初就是去用兜200桶嘛。其实做这个会有现实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失败了之后，我们那时候小孩子还给保姆带，那时候保姆费要缴，然后也就资金也不够，然后变得我们自己去跟地下钱庄借钱来负担这个保姆费。啊，我们都没钱啊。但是生活嘛是爱过啊，就找一间餐厅因头咯。伊遐做一工了后 ，AM 是要下班的时阵，头家甲我喊去办公厅，最后讲，伊看到我身躯有赤字啊，意思讲，伊的餐厅无爱用这款工号人，嘛给我当工的薪水啊，我讲谢谢啦，安尼。哎呀，这嘛是人生头一摆去用石头路，死到这么莫名其妙，去用歧视去啊，对啊，这嘛是给我。日后要搁做赤字，是讲我要做给人看，哦，赤字绝对不是歹囝。大陆的部分，我主要从参展开始，接了展会的顾问以及
在大陆那边的一个工作，帮大陆那边的纹身学校的一个学员的一个讲解。因为那边现在的风潮就是学校学员制，一路就是做，然后真的到现在回头去看以前的时候，才知道说啊，真的太荒唐。不拉。我的想法很简单了，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是写功课啊、写作文啊，或者是干嘛，等于说没有一个像小孩子想要做的事情，跟小朋友一起玩，玩画画，玩个兴趣。很多刺青的那个会不会觉得害怕？还好，习惯就好。那你会觉得老师的身体很可爱吗？你会不会怕那个？较早就是较爱风神，少年时较爱风神，去回想讲，其实是无应该安尼，所以一定爱一步一脚印，落去做一个学习吼，将来才有一个真好的发挥的空间。什么行业嘛，同款。相公，这你就是叛逆啦。我们学的是一门艺术。